哎呦，我真是看了几天，这人还看上瘾呢。深度见广告。我说实话，我也看上瘾，我真上瘾。风神 R7 对战到。主要这种东西又贴近日常啊，然后又平时你在路上开车的时候，你即便遇到车祸了，也不是在你身边发生的，你看不到现场，那不就只能看这种，对不对？你看我，比如说我在路上有时候也会遇到车祸，对吧？但是你遇到的时候，别人都在那里处理了，你遇不到这种现场的画面，你只能在网上看，那看的有时候挺上头的，说实话。不过在打一次赛车差的时候，对应的也给用强车的那一位造成一定的压力。但有比分的情况下，我觉得还好。分数在手的情况下，赛车在手更有安全感。那这边第一把就让车了，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，对吧？第一把就让车了，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。那作为今天已经玩了六个小时的选手啊，现在已经开播了7个小时的选手，我决定啊，这一把我要来要画面了，知道没有？好，点票。赛车使用的灵活度，能够因为车祸的原因。这一把1分02.56，你信不信？或者1分02.66，1分02.56到1分02.66。啊，我们看他最后的细节。最后的两个弯道，一块出。二段空下来以后一路沿到底，可以恭喜一星。我刚才是不是说1分03.66啊？我 只差了0.1秒。看彩蛋去了。这应该也是 WGM 从长远的角度考虑做出的抉择。美洲大峡谷是吧？好，美洲大峡谷。确实是美洲大峡谷啊！好，侧身再侧身，双杀甩尾 ，WCW 拉车头，顺侧快出，直接把官人给甩了0.5啊！官人直接拉了一个 ECU， 但是这个 ECU 好像那就更好了。不过打你，能给他造成优势。那有一说一，如果官人在前面做好细节，用细节甩开逆星的话，后面那个美洲大峡谷那个 ECU 收益是很低的。所以说，兄弟们，我个人啊。觉得这把官人有了，如果他能继续拉开的话，但如果他保持这个距离，完了，那刀还要被钻，这边可能会被顶上墙啊！撞后点喷甩尾再快出，我靠，还得是皮肤哥啊！皮肤哥这操作就是牛逼。好，再来一个小飘插近道，好插了一下磕了一下无所谓，甩尾啊，这个跑法，哎呦，这跑法不错哟！暴力的弯 ECU 顺车起手，侧身快出，暴力的弯顺车快出，哇，好贴，行云流水，人车合一，压车走位，顺车快出，爆！暴力的弯啊，快速出弯，单喷的延续，11.54，来，非常的快，非常的快，非常的快，我只能说 very good。后面那个甩尾延续，因为当时我们看到非常快啊，甩尾延续或者是小飘延续。好，那兄弟，过程还是比较难的。好，来到了一把秋名山啊，使用的赛车是哈雷特和勒青啊，那这把又没得看头了，这把又是让车局了，让车局。然后逆星这边是直接用了 L 青，一步。一个断空下来，哦，这个过完很快啊，挺有感觉的，可以进入到自己跑计时的节奏了。对，啥？我看他这狐狸头真的好大一个，看得怪怪的，不过他这细节确实好啊，这勒青目前为止是追不上的。后追哈雷特，哈雷特在不给机会的情况下，这勒青还有两个冲刺 ECU 啊，但是哈雷特后面的速度也很快，现在目前是追不上的，目前为止是追不上的。重大失误的情况下，哎，不是你这么好的细节吗？哎呀，没有用，没有用。看一下逆行，第一个 ECU 补过来，现在是0.6，哎，感觉要超啊，兄弟们！来，真别说，哎，别失误了啊，直线拉开，歪了。对，甲弯处应该出现了连续的磕，不然的话后面可能就要拼卡位了，还是有点危险。0.5的话，对，虽然说还是哈雷特赢面大，但是这个勒青就有机会了。对，因为就是，哎呀，10.53，线上面还可以跳起来的一瞬间，他点了叫
那个风剑也。哇、哦，绿野逐风，爱玄月，爱玄月，玄月，兄弟们。思维，他没有强迫症。对。我靠，玄月。可以直接打拿玄月。兄弟们，玄月是个好东西啊！玄月乐清跑不过玄月啊。乐清跑不过玄月，兄弟们，乐清是跑不过玄月的。哎呦，这边接贴死了。那逆心去后追 L 清，这样玄月压力也蛮大的啊。嗯。这个距离，什么车好像都不太管。但是官人这边关拨了一下。嗯。这个距离。逆心2.2、2.3、2.5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这把已经没得了，已经没得了，怎么说啊、没得了没得。这难道该结束的？虽然说对于逆心来讲怎么打都是前队友，但是好像这个对抗起来的感觉不太一样啊，怪的。嗯，不太熟。对，就对千寻好像下手狠点，可能跟千寻在一起的时间长点，非常好意思。哎，哥，你这斗鱼又卡，再点飘过来。那官人的这一手 L 清在绿野逐风还真能打回来，而逆心这一把算了吧，算了吧，着实有点远。完成中线，好，16.4啊，恭喜一官人，2-2。对，而且上到了破晓者荣耀。这辆车大家理解可能不一样，在赛场上我们看到最先使用的是蛋仔在这张图秋名山的表现。我靠，这卡位是认真的吗？看一下破晓者赛场，但是这哎呀，那这一波没了，也没有氮气。怎么说呢？其实破晓者荣耀这辆车手感是挺好的，但感觉也继承了破晓者的一个优良传统，就是对抗不太行。对。而且起步也不快的情况下，要接连的哦，弹射进阶没出，起步暴力入弯 CW 的卡气，麦克伦的手单喷，好放掉放掉气啊，这气放掉以后，再来个慢中速130出弯，没有可能。一关人，这个是白开水路段了，已经到了没有办法失误的路段。夸归夸，别点名，但是后面距离还很远，后面距离冲撞不了啊，没办法冲撞的话，基本上就没机会了。因为后面的话矿山是送分路段，矿山的难点全部集中在前面啊，就哎你别再失误了，你要再失误一下我没办法说下去了。哥哥，你刚说别说 ID， 难道我就想难道点大你，那不是你再说我没办法说下去，你再失误我真没办法说下去了。一般直接喊他来，然后他在，好啊，雪晶猎猿重开了啊，雪晶猎猿重开了，雪晶那边重开了啊，刚刚也不知道什么情况，我估计是什么设备问题网络问题啊，调试了一下。好，起步逆行直接落后了一个车身位，但是这边 WCW 的细节比一关人要好一点，但是一关人的车身在前面啊，这就叫前置位的优势，知道吧？前置位的优势啊，就挡着你就是过不去，你看看是不是过不去很难受啊，你必须要跟着我的节奏走，而且这边还延不上双杀弹射，好补救一下，再来个弹射弹出来，空门落地顺着外出，单喷延续，再甩，好，这边来到了一个吃细节的一个点，三下延续没什么问题，但这边出弯出的很慢啊，还是看得出来一关人这图的一个实力还是非常的强。逆心看这个弯路线顺车，哇，这个完美路线，兄弟们直接拉近了，轻甩，顺车起手断空标，好，断过来看看这里，由外而内走 ECU build 侧身，哇。哎，但是就是拉不进啊！哎，就是拉不进，哇、哦，完美路线和细节，哎，完了，最后一下点飘点，最后一下点飘点轻了啊！哇，好急，好急！0.2，哎呀，就是拉不进，怎么官人这图这么牛逼吗？一点都拉不进啊！再来个暴力甩尾，官人，好，有了有了，这一波有了，这波有了，再来个拐弯啊！压车走位，1分24.14啊，拿下！自信才打同车，4-2连拿四分，连拿四分。逆心也打了这样。完了，完了完了，连拿四分了。昨天印象不深。昨天我记得是谁？哎，最后通过这个路线，然后他是转里面。这一波说实话，
有点单挑和二维真是判若两人。苏格兰场，哦，苏格兰场，苏格兰场这张地图都选择了云霄啊，这其中立新使用了这个大家都不太喜欢使用的一个皮肤啊，这皮肤说实话确实有点搞，啊，有点搞，飘带太多了，太影响手感。但是我发现立新就是爱用，立新还是爱用这个皮肤的。哇，硬卡满氮气，那这样少一个技能啊，少一个技能要卡一下。不卡的话很难受的。哇，哦，官人这边没卡慢速，又不卡慢速，然后这边摁拐，完了摁拐被顶了。官人还得啊，官人调整一下没什么问题，顺车单攻，暴力。暴力。哎，这边被顶到了，哎，这什么对抗啊？乱七八糟的这对抗。云霄确实动力太强，难控啊。是的，整体的节奏来说。哎，这官人现在感觉这个细节啊做得非常的到位啊，你看他这个细节，我靠，如果持续下去这个细节有38，兄弟们，暴力入弯，顺侧压车走位，弹射完了脱飘了，但是立新这边弹出来了啊，但是啊他少放了个氮气，他这个龙神技能会受到影响，将近一秒，对，这个回头弯现在没有任何对抗的情况下，哦哟，死了，后面官人没有上来，0.4秒的距离，这么僵硬吗？压车顺车单喷延续点飘重放弹，这里要撞吗？要不要撞？不太撞，内线想撞，但是撞完进道以后反而更快一些，这边再控下车，哎，官人这是有理解啊，这撞边都能用出来了，这撞墙弹边端游的跑法都用出来，而且好像还不慢啊，前面三连甩不会，来三连甩完了没了是的，这样的话就没了，这样的话立新直接求稳就好了，直接求稳就好了，抢下苏格兰场这一分，比分来到4-3，长舒一口气啊！其实刚才最好卡位的位置是挑战，但是能再打一遍。嗯，咱们要不找个机会试一试，兄弟们。那到我这边，我起步，怪人被卡了一下位置，那立新起步占有非常大的。好，这个端午进度卡气点飘再卡。还要再卡一下，哎，没错，这个官人这个跑法还是很熟练的，对，弹射甩尾，但是官人这边没有330的速度啊，刚刚拐弯拐多了一点，再来个卡气 ，OK， 再弹射甩尾，完了，单喷了。二杯的时候撞又弹。哎呀，这一蹭的话，这里速度慢了好多啊，那这一把逆行估计要追成4-4了。感觉他两次选择很不一样，但是就是两个极端。刘芬，刚刚逆行这张图跑的也是很好。幸亏千寻救了他一下，对，撞出去了。金沙，对，我看这一段已经领先了1.6。一弹，二弹，上来以后看一下跑法，求稳。好，求稳了。直接流落地控制包地，也求稳这里。好，这里也求稳，再来弹射。脱飘，没弹出来，但是问题不大，因为一关人后面距离太远了。放氮气我感觉都挺好控的，因为速度不快。哎，这里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用弹射？其实兄弟们，这里小飘更快啊，弹射还容易失误，小飘一点失误率都没有，路线没有理解的很好的话是绝对不能跑快的。好，弹射甩尾，这边这个弹射有地形，哎，我就知道弹不出来，问题不大，两下延续，这边172的一个出弯啊，这个还可以。好，最后再来个外切内的弹射，我操，他这个弯为什么这么细节啊，每次都是这样，36.2。好，兄弟们啊，来继续，他这个号没有奥利给啊，找不了这张图的画面了，没办法，不是我不想找啊，要结束啊，还得是他熟悉的地图，上来就是一局空港，他起步得分没上线吗？啊，起步 EQ 又过来，好吧，那可能是我记错了，应该是留意了，对，0.6秒的距离，我操，没上线啊！乒乓球啊，控车甩尾，这一段都没有问题。来看一下这个点，稍微再控一下，追得很快，是，真的很。哎呦，细节很到位啊！这两个人，这张入弯节奏还是比较好。哎，入弯直接贴。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！这调整，哎，这调整，重新开压车后追的节奏啊！刚才后追已经。哎，官人这有点夸张啊，这波操作，我操，收不了一点，
这张图选的好，感觉他又在就是刚才二位失误的那个点再一次失误了。哇，逆心的这一个空港这么多年了，而这张图确实还是挺崩的，从裂地悬甲打到科尼赛格。哎哇，这什么调整啊，关人打了机甲、嗯、没有顺，哎拉丝了还能这样调整、哎、关人这张图啊确实理解的还是很透彻的，果然是一教就会啊。看来以后26.2跳得很高，26.6了，26.59关人再拿赛点5-4。哎呀，是活动的，然后这边电脑在震嘛，它的风扇有点震动，然后那吸管在，确实咽不下这口气啊。我还以为是我电脑出问题了，原来是他的杯子。哎呦，亚特兰蒂斯用序列未来哦，那有一说一啊，兄弟们，这一把真是有点默契啊。真的随便对抗。但官人这边就是紧紧的贴住你。是，然后顶弹下一个弯道，再强势弹内线，但是逆心关很快，没有碰到，基本上每一个弯道关人都能拉近距离，是去碰一下，这里不要弹太早，两个人弹出来了，路线完全一致，是提前开 E 过街，其实这里没必要提前开 E 的，这里提前开 E 容错率太低了，转向过来，这里还剩下的弹距时间过一两段延续碰不到了，现在对呀，追不上啊，完全不给机会，而且关人基本上没什么失误的呀，对，他其实就是在刚才路线转向过来之后是被拉开了一点，前面几个脱接的路线其实都能够跟住，这个亚特哎逆行失误了，也有贴死，但这应该撞的呀，这距离感觉他没有准备好，嗯，他没想到逆行会在那里失误，是觉得距离完全不够，原本是距离不够的，但逆行前面的一个调整其实是一个完美的碰撞距离，对，刚刚好，但是没有准备好，没有反应过来，是，那最后凭借着转向逆心拿下这一分，比分再次战平5-5。哎不行啊，我这今天比赛的行动，对，跑个01很奇怪吗，他们01实战都跑过好多次，有什么奇怪的，开起步，强，这张图打逆心也挺危险，这张图电太多了，我感觉逆心的起步，哎我每次发现这导播给关人视角的时候，这关人的那个细节都比很极限，但是其实并没有拉近距离啊，那就其实证明前面直接挡回去，但是啊你看这前置位就是有优势的，对吧，我的连带你就过不去，细节太好了，我连带你就包过不去，直接就过不去，好，你看关人现在还是很极限，两个棚还是蹭到了，我操，这卡气还是没追进，还是没超啊，338，好，要断空标了，超车的机会，断空标，顺着外切内，哇，就是超不过去啊，兄弟们，就前面逆行的这个路线和细节啊就很到位，你看看你看看好好激烈啊，真的就是感觉机会近在眼前，哎呀急了呀，太早了，确实太早了，但是接下来这几个点如果要是跟得那么紧的话又容易被失误连带，这几个脱接逆心稍微刹车点的重了一点，哇，最后一下弹射完美撞墙，逆心失误了，连带，哎呀这波连带太难受了，最后撞墙 ECO 反抢赛点，哎呀真就过不去呀、啊！真的过不去呀、啊！那个点就是撞墙弹过去之后，逆行多。你看是不是真就过不去？但是原本官人有机会去顶弹的，但是他在弹的一瞬间被逆行的车尾给挡住了。其实逆行在前面领跑的时候，官人有多波进攻的机会。对。但是我觉得现在他选择这个机会，我觉得是最不好的。对，官人现在的跑车风格来讲，怎么这么慢啊！我操！好，看一下这把赤橙红叶。今天选了几张起步的图，其实点飘啊，这关人。这个复位点挺好的，但是我操，逆心挡了一下，自己延续没点出来。这什么调整啊，兄弟们？也被挡了回去。
哎，这个调整给我看湿了，想不到。所以说起步如果占据一个优势是多么重要啊。好，完了，这边节奏有点乱。对，前面氮气没断掉，所以 CWW 没出。0.7其实在这张图就已经很哎，这复位在使用到冰魄的情况下，我们都说零点。哎，完了完了完了，脱节失误了。这个脱节摸出去了，这个路线脱节失误了，这波脱节失误了，再可惜。好 ，W C W W。前面连续都弯道。前面逆星，你看，并没有什么任何。对。就一点失误都没有啊！前面。的话，后追有优势的。虽然逆星在这场。哦，有了啊，有了。把自己的顺风打成了逆风，但凭借着逆星的名字，还是把逆风最后转化为了胜利。最后一个 ECU， 我们可以恭喜逆星。好，一分0.37啊。以7-5的比分战胜了一关人，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。